OK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吃这一家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做啥？整天天看不到哦，叫圣牛啦，它叫圣牛。然后呢，它是炸牛排。对，我还没有吃过炸牛排。然后呢，他的菜单是用这样点，然后你看一下哦，他们有什么？有炸的 M7 的厚切菲力啊，还有板翼牛排啊等等。对，其实它的价格我觉得以星光三月来说不算贵，我觉得不算贵，真的。不然让布布在那边要人家转台，然后让人家哦，对，我说一个，他们很贴心，一上来他先拿了一个海苔炒饭，海苔白饭来，因为他知道小朋友这个你为什么要把它吐掉，小朋友，你翻翻吐的全身都是了，你看。哎，你还卖萌，你看这小子越来越皮。好，那就不给他吃了。然后呢，你看他这个肉，哇，鸡上和牛高好几来。然后他有很多，像我是点这个京都圣牛双味，就是他有板翼跟菲力两种口味，然后他都会有附饭、小菜、沙拉、味噌汤这样。然后他这样一套是420，老实说啦，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以星光三月的消费，我觉得这个不算贵，其实。然后你是点哪一个？来了，哦，来了。后面一般都是小份的。那么好吃，京都圣牛双味，请帮你们介绍一下酱料哦。好，酱料全套由淡到浓是鲫鱼肉、牛排酱跟咖喱酱。你说鱼露芥末可以搭配牛排做食用，对。那旁边的话，旁边沙拉可以搭配我们前方柚子酱、胡麻酱、饭、汤、沙拉、小菜，我们是无限供应的。嗯。牛排的话，都帮你会做3到5分熟，都是最佳熟度。好。如果稍等需要调整，可以跟我们要烤盘使用哦，谢谢您。谢谢。好了，然后它的这个烤盘呢，就是你可以不觉得不够熟，它都煮3到5分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你还可以再拿上去烤盘，再稍微的煎一下。你儿子可能需要哎。是吗？对。啊，那你可能要跟他要。没，他有儿童餐，对他还有儿童餐哦，他儿童餐还没来。你要转台吗？是吗？还是给他吃一下牛肉？也是可以啊。那你跟他要。他可以跟他要这个铁盘加热的。我先跟他咬一下的。自己拿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他的儿童餐，加加加，好棒哦！有鸡块、薯条、饭，然后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是果汁，这样子才169，我觉得超划算。然后呢，它这个烤盘就是这样用，你如果觉得太深了，你就可以放在上面这样烤，把它先烤熟。那小朋友要吃的话，就可以吃。然后我们它有三种酱，有三种酱。它有三种酱，一种是鱼露，一种是煎鱼，然后这个是咖喱。哦，好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板翼。哇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！ 布布，你看，哦，但是你不可以吃这个啊。好啊，我来吃看，我来吃。哇，你这整片放在这，哦，熟了。好酷哦！第一次吃这种炸牛排，怎么样？很熟吗？我很熟吗？我也没有熟啊。你有没有吃过？好，我们来吃吃看。我
我不要薯条，薯条。拿好，手收，手收拿。好、哦，我们来吃吃看，吃原味。嗯，好嫩哦，好好吃哎，好吃哎，救命哦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真的是 Oh my god！ 真的是好吃。你的是百亿。哦，那我说错了，我的那个是菲力。我那个是菲力，我刚吃的那个薄的应该是菲力。然后这个厚的应该才是百亿牛排。应该这个是跟你一样的。这个才是百亿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才是菲力的、啊。我等一下看一下。好，我刚刚一直说百亿哦，北七是一板，好不好？它是一板牛排，我刚吃的那个是一板牛排，下面这个才是菲力。然后布布，我要给他吃吃看这个牛肉。布布吃豆豆，布布吃牛排，豆豆要咬哦，要咬哦。哦，它还有玉子烧哎，刚刚没有看到。哇，它的这个儿童餐好划算哦！我觉得，如果你食量不是很大，或者你有吃过，12岁以下，哇，那你只能带小孩来吃，都是小孩的。然后再过来，我来吃一看它的菲力，一样我也吃原味，来啊。哦，好好吃哎！我看，我很少。我很少会跟大家这样讲，但是这一家我好推啊，吃到现在为止，我都很推。每一个都很好，然后我们来偷吃布布的那个，你可以拿它一块玉子烧，吃一小块，吃一点点，嗯，好吃，还蛮酷的。然后我觉得整体是，如果这样，我觉得是还蛮 OK 的，是还 OK 的。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很 OK 对不对？用沾酱就觉得很 OK。然后最主要是它有儿童餐，所以而且又刚服务又很贴心。就算它没有儿童餐，有这个饭也可以。对，它有这个饭，然后可以配那个牛肉。哇，有声音哎！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哦！哇哦！别拜，可以。然后你们一定会很怀疑，就我们那里这样吃下来是多少钱？嗯，我看一下我们的账单，1000多块。大家可以看969加一层服务费1066，1066，我觉得很 OK。而且它是牛排。酷 ，OK， 难得找到了一间我们两个都没有吃过的炸牛排，就是想不到这么好吃。因为之前都有人说啊，那个炸的牛排通常都是就是没有说很好的才拿去炸啊什么，我觉得错了。它的肉质其实很棒，没有发现，而且那个牛的那个香味很棒。因为它还有它的咖喱，我帮大家试吃一下，因为它其实有。他们有个招牌也是咖喱，你要干嘛？
你要吃吗？还有什么？你要转吗？你要转台吗？好忙，吃个饭好忙。可以吗？看没啊？看没啊？好吧，看没啊？看没啊？可以啦，看没啊？可以。这不是你看没啊？不是看没。他现在最近真的是很挑，因为太多东西都看过。这是鸡肉的，嗯，它的鸡很蛮，就是蛮嫩的，很咸，很咸的。好，让我吃吃看它的咖喱。嗯，它的咖喱就是那种，那叫什么？那你们有没有吃过一个波折锅？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日式咖喱味，不是那种苹果咖喱，但是它就是有点像波折锅的样子，就是也是卖咖喱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所以它全推，哎，强哎，这间可以哦，值得来吃一下。好，反正那个他是在星光三月嘛 ，A 不是 A 9吧 ？A 9对面那一栋 ，A 十一地下室。那反正我再看能不能把它放在下方说明吧。京都圣女，棒棒。那我们就认真吃饭了，不然应付他白面实在是有点困难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跟布布拜拜，布布跟大家拜拜，臭小子拜拜，臭小子。